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4年2月25日，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评节目。新华社头版头条还是吹捧习近平，习近平引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。他讲到了2014年，就制定了一个什么呢？国家战略，说是这10年啊，都是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指引的方向前进。其实讲了半天，我理解这个他这个京津冀啊，其实就是这个内循环恢复到计划经济了，这就算一个大的经济区吧，自己向自己开放，你买我的产品，我买你的产品，这个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因为以前是对外开放，对吧？先是对内开放，内循环，外商也不来了，工厂也很多都倒闭了，那怎么办？他只有什么自驾开始互害啊？这个这是和平年代，他想象的这个冷战，如果是冷战的话，他就用这种态势应对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工业国啊，这也就是自由、法治这个方块对。如果是战时，它就是一个大的战区了，这个就是京津冀。联合起来，这第一个战区，因为他知道要打起仗来，这个地方都属于前线了，对吧？首先最容易被这个狂轰滥炸的，那就北京、天津、河内，啊，他捆绑到一起，和这个进行配合。凤凰网今天有篇报道，已经讲得非常详细的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，还有一张图片，就是据《北京日报》微信公众号报道，这个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10周年的时候，25号，天津市委书记尹力，这个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啊，北京是尹力，天津是陈敏尔，河北是聂月峰，他们一起考察天津，看见没有？哎，这种情况很少，你看见没有？一般中共最防止是地方官员联手。现在他反倒宣传他们联手，那证明他就已经没招了啊，就走这个路了。这是尹力的松懈，这很有意思啊。他说是这3个人一块儿来到了天津武清区高端时尚消费圈，还有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。集团有限公司这个是国企了，对不对？高商消费圈，这讲的还是内循环，对不对？只不过他现在强调什么呢？国际化，就消费商业锚定国际化、高端化、智能化、枢纽化等啊，在商贸、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农业等资源方面，他们互相融合，那就对内开放就是死循环啊！你想对外开放，美国现在也不相信了，美国一招招就在制裁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想法现在越来越清晰了。就是做好打仗的准备。如果打仗，这就是战区了。下一个战区，他也会推出来。那自然而然，在人事方面，很可能，这3个人当中，大概率能给谁提拔上来，也说不定。给我感觉好像陈敏尔，大有希望。或许习近平经过前一段时间用这李强、丁薛祥、何立峰这个人，看来还是觉得陈敏尔似乎都比较合适。反正我观察啊，陈敏尔这个人虽然也是习家军这个自强新军的核心成员，对吧？浙江，原来浙江日报，但他毕竟你看他有这么几个事儿，还是和他们略微不同。一个是什么？从文化素质来讲啊，他这个人毕竟当过记者，你不能说他没有文化，这是一个。第二呢，他你看他，我以前讲到，每到两会开完的时候，讨论李克强报告的时候。习近平这些嫡系啊，明显就抵制李克强，连李克强名都不提。政府工作报告怎么怎么指出啊，只有陈敏尔该怎么地怎么地，一直是这样。我终于观察了哈，这个陈敏尔讨论这个政府报告，就讲李克强的政府报告怎么，所以他好像给人感觉还不是那么太极端哈，不像习近平的思维，就是他这些兄弟找他大哥，坚决忠诚啊。死了拼了也得捆绑到一起，好像还不是他的原因。或者讲，从共产党这个内部的原则来看，还挺坚持原则啊。这是今天看出了一个问题。那么，
他要搞计划经济，那回归毛泽东的时代了啊，内循环，和美国对抗，继续对抗，站在俄罗斯这一边，准备打台湾啊，打台湾这方面态势啊，就是没有减弱。你看今天海外的看中国网站有一篇文章是老外写的啊，由林梦丽报道，这篇文章很好，讲到什么北京在为对台消耗战做准备，专门讲这个事儿。他讲的美国亚洲啊，有这么一个媒体叫《亚洲时报》，网站发表地缘政治学者叫洪拉达的文章，中国正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争的形势，为可能旷日持久的武统台湾接受教训。在乌战争初期，俄罗斯试图通过闪电战夺取基辅，但由于未能出其不意，准备不足，加上乌克兰抵抗失败了，随后呢，战争变成一场世界大战式的消耗战，付出了可怕的物质和人力代价，中共现在正在观察这个，吸取这个教训啊，他没有放弃武统台湾的这个野心，但是他现在在策略方面进行调整了，确实是这样。因为刚开始他给普京买10年天然气这个大单的，之后呢，这个普京第一个是拿下这个哈萨克斯坦，对吧？你看他马上先是基于组织的邀请哈。平息内部的算是动乱，习近平马上发了贺电，是吧？第二，他又打乌克兰。习近平原来以为这萝卜地瓜地手咔嚓一会儿就完，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。他也在那想，的确是这是一个楷模了。他要给乌克兰打败了，那习近平就增加了信心。要给他押到战犯法庭，把这个普京挂绳，那习近平可能就要收敛收敛了。现在多少有点收敛啊，因为打的并不顺利。他这里讲的很详细，等到下一场，啊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给您再讲一讲啊，谈一谈。那么今天这个，第二题，啊，昨天已经讲到了，习近平复信美国马斯卡汀中学访华代表团，这都是烟雾弹，啊，其实他是中美对抗，他现在支持俄罗斯，也支持哈马斯，只不过是委婉狡猾的支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可能和美国一个心眼儿，美国也在骗他，他还骗美国，所以他现在忽悠这个就是有，其实就是烟雾弹，我认为啊，或者是略微假装释然，没有用啊。那么官员现在对习近平反习的人特别多，马上开两会了，习近平害怕两会给他发难。今天老登爆料里边披露的消息，不知道真假啊，我觉得可信性不大，可信度不大。但是还有必要跟你们讲一讲啊，就是什么？他说呢，张又侠和刘源准备在两会上，他向习近平发难，代表军队。我看恐怕不可靠。为什么？张又侠是他的铁杆，张又侠要发难，习近平早就垮掉，给他抓起来就完事儿，是吧？这个刘源更是死老虎了。到了晚年，谁不想多整几个肾肝眼角膜，还得求习近平，是吧？你不要给看的什么高尚，人都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呀。到了晚年都想多活2天儿，另外军队听他的，他倒肯定不赞成习近平搞这个扩大民这一套的，他爹挨整，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，不是当年在位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可以内阁，现在不行了，这个有待观察，是吧？不过今天民间的反抗，武装反抗已经开始了，这一点，老邓讲的也对，我也有同感啊，觉得这个。就着火这个事儿不是着火，这其实是一场暴动，武装暴动啊。关于这方面，看中国网站今天一篇文章概括的也非常全面，火，中国元宵节火了，背后阴谋可怖。哎，你看他这里讲的消息很好，他说呢，现在是四川、贵州、广西、云南多地大面积山火，部分火势还在蔓延，其中贵州烧了大半个省。其实现在还没熄灭啊，官方是撒谎，没有熄灭，怎么可能那么快熄灭呢？对不对？其实就是有人点火了，四处点火，至今无法知道伤亡、财产损失。啊，他说呢，这个怎么看出来的？贵安新区马场派出所有个民警呢，威胁村民，有一个小音频披露出来了啊，他威胁你们如果看见起火的地方，不要在朋友圈上就发视频。要负法律责任，那就等于特别特别特别多啊！有些人他不是他自己给翻墙出来的，他都是发到朋友圈儿，朋友圈里有高人一点就到海外啊，所以他抓不着。他现在开始查这个，那就证明
很多他知道这是很诡异啊。另外，东北也发生了，佳木斯我非常熟悉啊，佳木斯也着大火了，高层建筑有一处高层建筑从底层烧到上层，巨大的火力。这是今天这个看中国网站登的啊。那么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东北的乡亲们火气爆啊！我估计这都故意点的火，哪是什么这么安全事故？安全事故怎么会这么多啊？你再看看广州、深圳龙华市场玩具店发生大火，这是今天看到的啊。还有，浙江宁波海曙区雪茄新园着火了，居民楼的6层楼窗户喷出火势和浓烟，消防队赶到现场了啊。还有这个江西南京这场大火是吧？在昨天呢，到处都是，等等等等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人家不满，人家故意给他放的，因为他一看生活无望，非常失望，就开始搞这套东西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认为点火这个最方便，你也查不到人。既然我过不下去了，过得不好，我就干你吧！啊，在这方面现在找到原因了。你看今天外围网一篇文章，什么文章呢？消息突然传来，网上贴哀鸿，他讲啥意思呢？退休一直是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。与往年不同，今年有关退休延迟的讨论越来越有确定的轮廓了。也就在两会前夕啊，中共社会科学院旗下的《中国经济报》两次发表文章，披露什么呢？退休政策要出台在即，就是退休啊，不是65岁了，以后就变成往后推，越推越长，最后90岁就不退休了。啊，意思啊，没钱了，习近平瞎折腾，把退休金这个全花光了，这个池子里没钱了，枯竭了，怎么办？就开始不断的往后推。是不是啊？如果65岁还行啊，如果再推70岁，是不是80岁那就完了？你等不到那时候领了，是吧？所以由于无望，人们还有一些啊。人们现在为什么闹？很重要原因，经济上崩盘了。你看今天经济崩盘的消息，今天一片接着一片，种种迹象显示人民币大祸临头。临头啊，这是外媒网报道的啊，讲到人民币不断的贬值啊。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，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并未随着春季而上升，全球市场正在为人民币继续贬值的风险做准备了。精明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搜索用于对冲人民币贬值风险的廉价工具，是为了阻止人民币继续下滑呀。国有银行正在抛售美元。有专家分析啊，基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，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可能达到1:20，早了，最后的一比不是1:1000，一麻袋能换一个煤球啊，就和国民党逃跑前一样，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吧。还有，也反映经济上即将崩盘的事儿多着呢啊！这些海外媒体现在披露很多消息啊，你看存不住了，中国人大举抛售海外的资产，这海外有很多企业是在海外也是国营企业在海外也买了房地产了，地都开始卖了。从银行借钱在国外，买房的中国的投资者，正面临国内经济放缓和利率飙升的挑战，在越来越多的不利消息情况下，不得不出售了海外的资产。这里我都认识有的人啊，是国营企业在这搞的分公司，也卖了，把地都卖了，回去还债，啊。那么有人讲了，说这一两天股市开始变好了，这也是不正常的。今天海外媒体有一篇文章分析，美国彭博社吃惊，中国股市惊人逆转，就这一两天逆转了啊，也没有多少，稍微上了一点点啊，他就讲到这个消息，这也是不正常，其实就是行政干预的结果啊，这个不能持久啊。昨天我就讲到了啊，这等到下一场也讲一讲，由于这么多的天灾人祸啊，各地的武装暴动啊。这个渔民变成草民，草民变成暴民，搞这么多事儿，害怕了。所以有个人的命运呢，业界戏剧性的转变了。今天我想了一下，明白了，就胡明老。胡明老其实是抓了，抓了以后啊，这个可能，习近平还是陈敏尔一看，这个监狱多这么一个贪官也没什么益处，对不对？不如就让他去救火。是不是啊？可能胡明老也讲了，你不要给我判刑了，我保证好好表现，给你把这个火的问题，解决解决。好，你到应急管理部当副部长了，是吧？我估计是啊。
泪流满面啊，那个习近平写信呢，陈炳仁帮着就说起来是吧？因为现在陈炳仁现在习近平对他，让他来制约这个强大有矛盾了，我估计是因为这个，要不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消息？你要调到应急部当副部长，应该早点讲是吧？也重庆市公安局胡明朗另有重任啊，张安江为新的区长，这不就完事了？这多长时间？我估计是抓到北京了，写检查，每天准备判刑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习近平最后想一想，不能得罪人太多了，这兄弟都是陈炳仁的兄弟了，算了，这样吧，你想不想活？当然想活，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到处着火，那么去治理，行行，那你到按照纪律也搞个这个应急管理部副部长，蹦高乐，痛哭流涕啊，感恩戴德，从此习近平又有一个铁哥了，是吧？是不是这回事？这是我猜测啊，咱们没有料啊。另外，今天自媒体这个像，也这个还有些媒体也披露了，就是宗庆寇过世了啊。其实新华社刚才发布了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金山银山都挡不住，就是荒山啊。我们回到这个第三题，习近平现在就剩了一个家伙事儿了，说老是就捧一捧给你提拔上来，不老是抓，就这个道理啊。而现在抓的重点是防止两会向他发难啊。你看，李希在20届中央纪委30会上做报告了，这里有个数字，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，吓了一跳啊。这里抓了很多的领导干部啊，各级领导干部个个都战战兢兢，每天都是朝不保夕啊，当官成了最高危的这个工作了啊！你看，中纪委审查的大老虎，今年搞了什么？部级干部是87人，看见没有？立案了62.6万件啊，留置了2.6万，就是双规了啊！就在加法黑帮加法布置的2.6，等于行政处分的61万呢、啊。你看，这很吓人啊！特别这里还提到了辽宁，看见没有？辽宁要是开展辽宁系列腐败案。这明显告诉你，打击的李克强派系了，对吧？你看他这些数字，你就知道他的戾气就是吓唬人啊。所以为什么他能捅到今天？他这么不得人心，人人都想着整他，是吧？都想给他抛弃，抛弃不掉，就破裤子缠腿了，现在是吧？原因就是他掌握了抓人的权利，不老是抓啊。你看下一题也是最高检启动检查户籍行动，因为现在经济完蛋了。主要是民营经济搞垮了哈，就是他搞，但是他不想承担责任，怎么办？180队伍大起来玩，开始告诉英勇，开始检察院为民营企业服务了。看今天有几个要点，就看了以后觉得滑稽可笑，要严惩破坏公平竞争领域的犯罪，其实应该严惩他自己是吧？马云这个不就他搞的吗？你看马云就因为在这个上海金融峰会上，就批评习近平只会管火车站，不会管飞机场，马上一下给企业搞的是吧？股票 A 股、B 股都不能上市了。你看他是不是啊？不是他搞的吗？你既然查破坏，应该首先查他是吧？问题谁查不着他呀、啊？你看下一个，严惩民营企业家内部腐败犯罪。你看讲了半天，只让民营企业家内部窝里斗是吧？像马云讲，你刷你的副经理、董事是吧？各个部门经理搞了半天啊。开展对公司实控人、高管这个背信损失公司利益行为的监督审等等等等啊，搞了好多，给人感觉是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，其实在推卸责任啊，也是个大忽悠啊。这因为什么？韭菜不能总割是吧？他隔一段时间再缓一缓，让它长出来，死了以后再割。这习近平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骗子是吧？今天这样讲，明天那样讲，你看当年。他鼓动那个吴小平叫民营经济退场论是吧？李克强气的，和他一直在那干，干到现在，李克强灭了，他还在位，在位以后他开始把责任推到下边了啊！你看那个新华社经济随笔《义乌老板娘的新本领》，这讲老板娘说是，这个卖产品的时候说是什么语言都会呀、啊，一会儿讲这个语，一会儿讲那个语，那是胡扯，估计会俩词儿呗，是不是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像习近平这样小学生不能做现在搞现在经济营销，对吧？你英语都不会，你怎么营销？在这你不会英文卖啥东西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他代表委员履职故事，这就证明马上就要开会了。他害怕呀，怕这些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发难。一旦有人提出罢免习近平，立刻老百姓蹦高乐了，是吧？谁都想给他罢免一下，他害怕。就在这之前，两手，一手是把那些。
他认为听话的委员，啊，这个引导你去提那些什么这个不重要的话题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又打击那些有可能给自己提意见的委员啊。所以这一两天抓人大的政协的领导很多，南京人大副主任，昨天我看到新华社报道抓了一个人哈。那么这一两天再抓，等一会儿我给你们讲讲，后边有哈。下一题是探索文明之旅将启动。在殷墟遥望一个王朝的背景，这是讲考古方面的啊。不过这次考古的地点竟然发现在河南，发现在河南的是吧？以前李克强活着时他不敢这么报道，一反正李克强死了，河南就河南了。以前一讲考古就是陕西是吧？证明那个地儿有帝王之乡，因为他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才能当官啊。你看，组建海警组织，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巡航检查，这要挑事儿。美国之音今天有一题专门讲这个事儿啊，他就讲5月25号宣布的福建海警当天组织了舰艇编队，就是以前是零星检查，现在要大量检查，就开始给赖清德施压了，就借这一次两个渔民死这个事儿啊。这篇文章讲，在遭台湾海警署巡逻艇驱离过程中。翻覆导致两人溺水身亡以后，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了。他们这次要干嘛呢？这么几个，一个是编队护航，第二呢识别查事儿，警戒护渔，喊话警告。你看见没有？他下一步准备在这常态化的驱离一帮子人，就等派了一批海警，就像那交通警察一样，到大道上去执法了。大连把这个称为什么大干？你知道，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，因为我有很多的铁哥们儿都是交警嘛，是吧？那交警那些政治部、宣传部那些，我俩都是老铁，经常在一块喝酒，是吧？你看过去苗洪亮就换肝脏那个苗洪亮，那和我太熟了。苗洪亮啊，这个原先那个王旦科是政治部主任，是吧？还有这个高占先副局长，是吧？那高占先原来是和我是邻居，我俩是。大学同学，还有这个，那全是文人。你说哪一天这么讲，哪个星期不在一起喝他两次是吧？那些人动不动你约他喝酒的时候，他说今天不行了，为什么？今天大干？什么叫大干？就是罚款了，就是发不了了，就是到年底了或者年底，就是没达标，罚多少钱，数额没达到就开始大干了。大干就是像这个一样巡航，怎么巡航？你车在走。把警察都派出来了，全出了，全是结果。停！你给车窗摇起来干嘛？我正常走，驾照、行驶证、驾照拿出来看，怎么看怎么看。有的时候没啥事儿，走吧。再不后备箱打开，这叫大干是吧？现在海上开始了，海上也开始了这个。刚才讲那小苗啊。后来我从监狱释放了以后，他不错，请我吃个饭，但是不能喝了。我说怎么不能喝了？以前他经常喝的烂醉，我说怎么不能喝了？哥们儿把肝喝坏了，换肝了。我说哎，看不出来你换肝。他说肝坏了，换了。他说你过一会儿我给你吃完饭，我还得吃药。他那药一拿出一把药叫抗排斥药，那脸都是黑颜色。我说难怪你瘦成这个样儿，你以前我出去到监狱待了5年0个月，我出来以后健康。是不太好，但是我胃觉得好恢复了，再也胃不疼了，不疼了。你不喝酒不疼了吧？他一直在外边喝，就把肝喝坏了。他可能我没问啊，我估计可能在看守所里整个肝坏着了。换完以后我给可麻烦了，抗那个反应那个药一大把呀，他就喝了不点儿，敢喝了。后来想起来，所以因祸得福是吧？我在那个大连开发区看守所干的时候，有个黑社会老大，挺有意思，他姓刘啊。我刚进去有点愁啊，一想这个怎么办？什么事儿能出去？你就说这个小地方，他就说蒋介石啊，你愁啥愁？就你到这里，你就当警察给你救了。我说怎么救？他说你要在外边，你整天喝酒，你不死外边了？你在这里没有酒喝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，保证又胃养的利利索索的。一个老大，这个挺有意思的。我一听，是，这也是这个道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干，刚刚讲大干是什么？现在中共开始海上大干，就开始对这个台湾进行骚扰了，是吧？派出一些海警、巡警，
这纯是胡扯，你胡扯！你说你拍出这么多，耗费这些钱财，你把它省下来，给这个中国老百姓改善改善医疗保险、劳动保险，多好，对不对？瞎折腾啥？大干有啥用啊？台湾能听你的？台湾现在你看人那个黄仁勋的，哎，黄仁勋的，哎，AI 是不是啊？人这一个项目，你看日本熊本乐坏了，是吧？现在你们要想找工作，你就到日本去学。熊本去啊！如果是我现在20多岁的话，我是加拿大国籍，我就不在这，在这混。这个地方我跟你讲，天气又冷，是吧？再好的工作又少。那你到那以后，你说你到熊本去，那有的是工作。现在你看，把那台积电、KTC 的战场了，是吧？未来是 AI 引领世界啊！以后就没有我老家的节目了。你就给我以前，因为我已经发表了1万多个视频了，你把我这视频输入电脑。每天早上研究出来一个假的江一婷，假的声音、动作、神态、思路都一样。完了，我在这休息是吧？就说跟你们开玩笑，实际时事评论呢、啊，你无法跟这机器取代是吧？我们来看看下一题啊，这个海警巡视这个，等到下一场详细跟你们讲啊。由于现在算属于和平年代，没有打起仗来，所以开始秀什么呢？中国这些体育比赛，男队战法、战胜法。国家队实行乒乓球赛事一连冠啊，后边还有好几题。你看那个新村走基层，也是为了什么缓解社会矛盾啊，也是为了备战。你看守护海岛15年的掌灯人，这都是这套大忽悠啊。还有星空有约，讲到什么这个元宵节呀、啊，说下一次再想满月啊，要等到什么呢？62年以后了，62年以后我老家就化为尘土啦，这是不是啊？人家娃哈哈都不哈哈的，都闭嘴了，是吧？都郁闷了，人逃不过死亡啊，是吧？蹦跶不两天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珍惜每一天吧，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，是吧？今天早上我给自己做了杯鲜牛奶啊，然后2个鸡蛋，是吧？自己炒这么，哎，小青菜，自己炒一小盘儿，一个面包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身体变为什么好？我必须得亲眼看着我自己做的，我才能吃，是吧？别的谁做的我都不喜欢，你们少出去吃饭，那个外边的餐厅脏，我跟你讲，你去看看那后厨，看完以后你后悔一辈子。你自己你这把菜得洗好几遍，干净净的是吧？然后放一点小油一炒，那多好！你说，要闻聚焦啊！你看呢，农业部、农村部组织实力，专项行动，力争夏收粮油丰收。这证明什么？现在就抓粮食生产呐，也是备战啊。两部门持续调度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工作。现在极端天气非常厉害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习近平制造冤假错案啊，天怒人怨呐，戾气太重。你像新疆，今天这个凤凰网有一专门讲的这个事儿啊，有雪崩。哎，等到下场给你们讲一讲，很多人2万多人困在一个小地方啊，瓜州。这瓜州在什么地方？困在瓜州哈、啊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现在整个中国呀，不管是南北呀，各地现在是什么呢？极端天气再现呐！一般这都预示着一个革命的时代即将来临，习政权即将崩盘了啊！崩盘之前都是这样，叫天人感应啊！你要不相信，你翻开那二四史，对不对？二四史我看到唐朝，看到唐朝啊。放了，从监狱放了啊！你副监狱长不讲江平啊，别走了，继续看吧。要是再看5年的话，就能看完，看到清朝了，是吧？我会很认真看到明朝。我跟你讲，明朝以前的历史呢，我老家绝对是，咱不能说是研究很深，最起码略知一二，是吧？你看下面这几题啊，国家体育总局14冬达到冬奥练兵的目的。啊，这是讲体育，你看还有下一题也是一样，北京拟规定啊，确保这个房租租金年涨不超过5%啊，因为现在各地房地产不景气，租金也拿不上来，是吧？有的都白租给别人，就没人要。他这其实都是虚假宣传，我跟你讲，我说他才不能讲北京的房价一落千丈，是吧？那都不好，都不好意思。还有开门红。南珠中城铁路建设案件啊，加速建，大干快上啊。那么今天他也讲到，宗庆后死的时候79岁，还有上海制造不显眼的商品为何畅销海外，这都是大忽悠。
因为现在人家纷纷的就是贸易下滑，是吧？他只好讲好，鼓舞你们的士气啊！这些东西这么讲吧，一半真一半假啊。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的，你比如说卖无人机，大疆无人机，这装甲车，然后装甲车的前身它可以搞那个工程车，那肯定卖得好啊，就战时经济了。还有青海，布兰热水墓群发现，目前陵墓规模最大的墓群，这我看了啊，这是考古方面的。还有。44小时，100余人拉网式搜查，3岁女童得救了。这是一个社会新闻啊，这个还是很感动人的。有个小孩走丢了，然后很多人呢，大家一起44个小时把他找到了啊。小孩一定好好照顾啊，这个千万要小心啊。还有，你看 AI 会如何改变体育？因人体育永远无法被人取代。这是讲这个高科技问题啊。今天高科技有一个奇案，哎呀，我刚才看了很震惊啊。说有一个残疾人，这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是吧？是凤凰网报道的还是新华网报道的？今早上我看了，讲到有一个残疾人，这个中共统治下，这科技看来挺发达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说是把那个芯片植入他大脑了，他那个手不能拿鼠标是吧？滑动那个鼠标，他不能操控，他那个脑子里一响，那鼠标就动了。哎，你这个能不能给我按一个？完，我一想我就。回到中国，我这一想回来了，完我一想，去人就给有的人就给中国改变，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了。一想又回来，多好！有没有这东西？我一看，这个都是瞎扯啊。不过确实是个真事儿。你看这里讲那个事儿，等到下一场我给你们找一找哈，应该好像是凤凰网今天报道的哈，报道一条消息，这个非常奇特，我看了以后觉得不相信，像这个小说一样，但是好像是真的，有没有性格这么一个残疾人是吧？现在不能叫残疾人了，叫什么身障人士啊？等到下一场我给你讲讲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反腐败方面，也就为了防止两会给习近平提意见，每天习近平都下令抓人，今天力度比较大。一个是把李希这个报告今天登出来了，是吧？吓唬这对立派，因为马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就要云集北京了，如果有一个人挑事儿，一把火点着了，习近平可能就麻烦大了，所以开始开抓啊。开抓！你们不相信，看看中纪委的网站吧啊！第一，广西宏贵资本运营集团副总经理吴大奎抓了。广西是哪里啊？刘锡宝的老家啊！你看见没有？一定是刘锡宝的铁哥们儿。这种企业都是国企啊，一般都是代表，不是人大代表，是政协委员啊。鞍钢和益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立辉，这个和益是国营的，也是李克强老巢的，对吧？李克强的嫡系。人死了，习近平还害怕啊！河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怒金被抓，你看李克强老巢，怕他提意见两回，华南是不是啊？还有下一题也是一样啊，中国家电力山西电力公司总经理西太原，这也是这个李克强老巢，你看见没有？胡家天下令家单吧，你看。都是告诉他们，开会的时候千万别给我提意见，提意见哥们儿糊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这套东西。好，下一场再谈谈啊，谢谢，再见。